那我们在前阶段看中华民族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中华民族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冲击？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进行。包容中华民国，因为今天的中华民国就等于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蔡主席现在是总统候选人，所以选举啊有选举的语言，选举啊有选举的语言，选举啊有选举的语言。